嗨，大家好，今天是8月11号啊，又来到了每周华尔街对下周市场的行情做一个预测的专栏节目啊。那首先呢，我给大家呢说一下周五的行情啊。周五呢，整个的市场的收盘呢有涨跌互见。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主要涨的道琼涨的120点，主要来自于价值和这个保守啊。消费者必需品这种比较保守的板块啊，那么纳指呢，今天还是一个重灾区，大跌了0.63%，也不敢说是大跌吧。Russell 小弹了0.17%，NVIDIA 直接跌穿了这个410这个点位啊。前两天的我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讲啊，430跌破将到410，我们不排除到385这个可能。那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主要是这个英国的 GDP 呢还是不错，然后呢我们说到了这个 PPI，这个 PPI 今天呢出来是一个报表啊，预计呢是无论是核心啊还是非核心都是0.3啊，比市场预期要高啊。那么这个呢说明通胀呢还是非常有粘性，当然。这个 PPI 呢是物价指数啊，就是原材料指数。那么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啊，昨天我们看到 CPI 是达到市场预期，显得相对有点疲软，大盘高开。但是昨天呢，因为中国随后那个收盘，我们看到拜登呢，对中国呢认为中国的经济呢是一个定时炸弹，然后碧桂园呢发布了半年的预警啊。所以整个的市场的情绪呢，从这个看到昨天的 CPI 利好呢，变成逐渐变成有一点悲观。那么在10点钟呢，我们出来了一个Michigan 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这个指数呢相对来讲比市场的预期呢还是高了一点点，所以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今天呢，由于我们说碧桂园对吧，它这个违约的话，也就是刚刚一周。所以它有一个30天的这个宽容期，而且呢，它也请了中金投行来做一个资产重组，所以短时间内呢，我们虽然有过一个惊涛骇浪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市场呢今天呢显得有一点这个最后呢尾盘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力道。那么如果看这个 SPY 的话，今天死死的守在了50天均线和趋势线支撑，以及这个骑行的一个支撑，所以也是没有破位。纳指呢是处于一个重灾区。好，那么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期待的老王的这个对下周的预测。那么在此呢，非常感谢昨天各位朋友对老王的点赞啊，我们看到这个频率呢。这个点赞的 percentage 呢已经高了10%以上啊，非常感谢诸位。那么我最近的每周华尔街啊，我们大家回头去看，包括每一天的老王的收盘的复评，欢迎大家呢继续的点赞啊，继续的点赞，好不好？非常感谢各位的鼓励支持啊，希望老王的预测呢越来越准。那么，如果我们要做预测呢，我们要拿开一个月线或者周线比较长线的一个指标来跟大家看啊。我们首先来说大家非常关心的 QQQ 或者纳指100，或者说 TQQQ。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纳指呢，我一直给大家讲哈，从这个历史的高位哈，一直到这个。我们一头回头来再看呢，这个一直从历史的高位呢，一直走到这个最近的一个高点啊。老王曾经在前两期跟大家讲，纳指呢有望创出一个新高，但是呢，我们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复啊。现在纳指呢已经跌破了这个 Fibonacci 从低和高的这个最近哈，2021年的10月份啊，到去年的10月份。这一个时间段的一个低和高的0.786，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守门员的位置啊。那么我今天呢也在群里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哈，我说了一下，我说这个呢，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纳指的这个走势图哈。
这个走势图呢，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说一句比较粗鲁的话哈，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就是说，老王呢现在要改变一种观点。老王认为呢，现在除非我们再冲破这个0.786守门员的位置，否则的话，我们是偏空的啊，我们是偏空的。我个人是偏空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老王的这个图的只有两个指标哈，indicator 啊，不像很多有的朋友呢有很多很多很多。当然我这个 MACD 呢也是哈，放在那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ACD 啊，这个两个指标，DMI 指标周 K 线走到55，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说明市场呢没有理由再去买涨了啊。很多朋友啊，死多头呢，天天在那边叫啊，现在呢就是割这波韭菜了啊。现在市场一定要把这一波啊不懂技术分析的朋友呢，当然如大家还是可以待会儿扫描老王的微信啊，参加老王的股票群啊，免得你被割韭菜，因为市场呢就是要割你们这一波不懂技术分析、只会嗷嗷叫、每天满涨的这些技术啊。股票的小白们啊，买特斯拉，买这个 NVIDIA，买了以后就涨，明年翻5倍、10倍，这种朋友呢，基本上要被割光了。2020年我们割了一批了，对吧？同时 RSI 也出现了一个顶背离啊。现在呢，我可以这样粗鲁的、比较简单粗暴的跟大家讲，大盘已经见顶。啊，除非再破这个前期的高，也就是说15400点左右这个 Fibonacci 的 retracement 的这个守门员的位置，除非把这根线再给突破了，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大的 ABC 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走完了呢，还是可能会继续的一个走低啊，所以市场要收复这个收复不了，现在没有收复，我们就是看空，下周怎么走，下周的行情呢？我是看跌了。第二，下周的技术指标的下周的经济指标呢，非常的少啊。我们只有我们来看，只有新西兰的利率决定，央行的利率决定，因为我们 G7 国嘛，我们新西兰比较小了，是吧？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美国周二的零售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呢，马马腿啦，和今天的这个 Michigan 指数的这个重要性差不多啊。但是呢，我们下周呢有几个关键点位啊。首先呢，我们来看10年的国债啊，10年国债从这个今天呢再度的拉高啊，再度的拉高，那么说明市场预期呢这个利率还要涨，从周 K 线呢利率呢应该会达到5.22这个至少的水平。我们看到这个Bill Ackman。华尔街的基金大佬到这个Chase 银行的这个老总都认为应该在5%以上啊，当然巴菲特认为美债还是值得买啊，所以他是偏向于看跌的，对吧？他偏向于美国的利率，但是今天的利率呢已经十分逼近了我们的一个前期的高点，这个是要非常注意4.20，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逼近了这个前期高点。而且从 DMI 指标这个利率向在往上走，啊，也就是说市场虽然9月份预期只有10%以上左右的这个加息的概率，但是大家要记住，我们还有8月底要听这个 Jackson Wyoming 的会议，我们还要听9月份的非农，我们还要听9月份的这个 CPI 数据，对吧？当然还有 PPI。所以这个数据呢，如果说利率突破4.20的话，我们看这个近期的一个高点，去年10月份，也就是大盘，也就是这个点破掉4.33破掉的话，大盘将一泻千里。当然，it's not yet 啊，it's not yet。还有一个指标呢，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呢，是美元啊，美元指数呢再度由于美国的利率的上升呢，美元指数呢。再度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哈，从技术图形上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趋势线啊，已经面临向上的突破。好，还有一点呢，非常值得大家关心的呢是日元。好，
那么日元呢，在这一波的所谓的日本央行八月份的日本央行会议当中呢，出人七月份的日本央行的会议当中呢，出人意料的虽然调整了 YCC 的这个幅度啊，但是这个日元的这个贬值呢，却在不断的继续。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为什么拜登昨天晚上啊要只说中国的定时炸弹？那么为什么日元要贬值啊？各位，日元的贬值将会造成亚洲货币的竞相的贬值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中国、泰国、印尼、越南、印度都会竞相的贬值。那么大家再结合这个李嘉诚为什么在香港卖楼盘卖到七年前的低位，他就是想快速的回笼资金，是吧？想跑路啊！所以大家要警惕，当人民币现在直线这个日本的一个贬值而不是升值，将会造成人民币的继续的贬值的压力，造成美元的一个继续的上涨。所以小心下一周会有比较大的行情，我们也看到澳元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所以下周呢老王是看跌的啊，而且老王呢现在止空不多啊，和很多空头一样啊。我已经跟大家讲，如果大家回看我每个星期每天的做的这个行情的预测，对吧？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NVIDIA， 对吧 ？NVIDIA 我跟大家讲430跌破将去看410，这是在我的视频里面白纸黑字跟大家讲。所以现在杀的一波呢，就是一些不懂技术分析的投资者啊。当你不懂技术分析的时候，每天买的股票就在等涨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幼稚可笑的一种行为。所以要学啊，所以要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拉起来以后啪嚓打下来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哈。那各位大哥啊，小妹们啊，你们看一下特斯拉，前一阵呢很多人呢，哎呀 ，Apple 会涨的，哎呀，这个特斯拉会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很多朋友还在讲特斯拉，哎呀，木头姐说到2500，我说木头姐说2500呢，是要你的这个就是无人驾驶要被政府过关呢，你现在没有无人驾驶，就单凭这个特斯拉一个汽车是无法回到2500的，那可能是十年以后，大家要比 patient 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啊，这一波拉到这里以后呢，一路的在往下走。很多朋友说还会不会反弹？我说没有任何迹象要反弹，好吧？我们来再看一下指数 SPY 呢，从这一波呢拉到这儿呢，今天呢把这个缺口回补。那很多人说老王会不会下周会反弹？我觉得反弹也是非常有限啊，也是非常有限的。当然我们的技术分析呢，有的朋友呢认为这是一个啊大二浪，这是大二浪。那么这一波呢一浪结束二浪，那么从这个不大像三浪的节奏啊，这一波杀下来以后我们回抽了一下，填补了缺口，然后我们可能会继续的下行。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恐慌啊，所以还没有任何的恐慌。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Microsoft 也是非常的难看，对吧？也是非常的难看。 Amazon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以为它业绩好了就去买啊，它现在还是在回抽，打回解放前也是非常有可能。来看一下 QQQ 啊，如果说你看到这个技术上老王有一个瑕疵，就是上周这周的时候跟大家讲大盘反弹已经结束，因为老王在这里呢认为啊这个反抽呢已经结束了啊，对吧？到了这个位置老王认为缺口补了上来以后呢，结果大盘继续下跌，老王马上改口啊，这就是波浪理论，真正正宗的波浪理论就是应该会经常的改口，而不是说啊坚持做空坚持做多，这完全就是一个赌徒的行为，好不好？那么老王的微信号呢是 ChineseFan2022，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微信号，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电话是800-958-8561。好，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Hello，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大盘，大盘的话呢，本周啊继续是做调整啊，调整的幅度的话呢不大啊，这个下跌了14个点啊，然后本周的话呢也收星啊，带上影线星。那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在4600点的前面的高点啊遇阻啊，遇阻之后的话呢，现在做主动性回折。目前来看啊，市场的话呢，这个回折呢还是比较的温和啊，尤其是在这个降美债的评级啊，降这个区域银行评级啊，在这种负面消息的情况下的话呢，市场的话呢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对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在周四周五的话呢，这个 CPI 和 PPI 的话呢，到目前来看，PPI 的话呢，这个反弹的比较明显，但是呢，从大盘的表现上来看的话呢，相对还是比较抗跌，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调整的话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一种状态啊。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从苹果、微软，这个特斯拉、NVDA 这些这个票的话呢，他们在4小时级别呢，都短线上有那么一点点这个下跌无力的状态啊，如果在没有特别的消息影响下，我们看市场的话呢，在这个位上可能会引发反弹，但是反弹的期待值的话呢并不高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看市场的话呢，在这个位置上有跌不下去的这么一个意愿啊，但是呢这个随后的话呢，我们还是得尊重市场的选择，毕竟呢。咱们刚才所提及的这些这个票的话呢，在前一段时间的涨幅都比较大啊，所以呢，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呢，我们也只是能把它作为大盘反弹的一个参照物啊，参照物。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是到现在为止呢，对于大盘的一个总体的判断啊，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呢，只是反弹啊。比特币的话呢，在本周啊尝试了3万美元，但是呢，随后呢，也是一路的向下继续调整。目前的话呢，在29400美元附近获得支撑。如果想去做多的话呢，第一看4小时级别，第二的话呢，就看一看290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不要再跌破啊。如果再跌破的话呢，对于这个形势的话就不是特别好啊。但总体从大方向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做多呢，总体的感觉上一般啊，总体的感觉上一般啊，如果整个的金融环境并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我觉得比特币啊一般般啊，黄金啊在这个整个的数据影响下的话呢，目前啊并没有做一个这个方向性上的一个明确的选择，在4小时级别的话呢，目前的下降趋势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相关呢，它的产品 GLD 的话呢，我们如果看4小时级别的话呢，这个趋向性啊是比较明朗。只不过呢，在前面的低点177美元这个位置的话呢，可能短线上有那么一点点技术的支撑，但是呢，能不能够支撑啊这个黄金做反弹动作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从技术上来讲还没有相关的动作啊。原油本周的话呢，还是这个呈现了一个周线级别啊上涨的一个态势啊。但是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它在85美元上方啊，有相应的一个技术压力。另外的话呢，从它的4小时级别上涨来看的话呢，这个在相对的啊反弹的这个位置上呢，这个高位的震荡啊，这个次数啊，这个频繁啊，然后所以呢，这个位置呢，对于美国通胀啊来讲的话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特别友好的一个价格啊，所以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得防止啊美联储或者说美国再搞上一次类似于释放这个战略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以抑制油价的上涨。所以呢，总体来讲的话呢，这个位置再去做多原油的话呢，4小时级别啊，这个趋向性应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但操作的资金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把资金降下来啊。天然气的话呢，今天啊保持了一个平盘震荡的格局。那么从它的周线级别来看的话呢，目前啊从这个位置上来看，应该是做一个周线级别大底部的这么一个特征啊。但是本周的话呢，还是做了一个
顶3美元的一个长上影线，所以后续的话呢，方向性的选择啊是显得比较重要。从历史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有机会啊去试探2块2毛钱下方啊，然后以做一个周线级别的二次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看以往啊有这个大幅度杀跌之后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去拼啊天然气在这个位置上直接的向上的动作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位置相对啊这个成功率啊这个不会太高，所以呢在这种底部区域的位置上来讲的话呢，最好还是由这个二次探底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去考虑做多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这是关于天然气啊，其他方向的话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可圈可点的股票，毕竟的话呢大盘在这种背景下这种资金的炒作热情或者说挑战啊这个大盘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劳而无功吧啊，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呢，这些资金的话应该是有所收敛啊，所以呢这个目前最近这两天呢盘面的表现啊比较好的股票的话相对啊会比较少一点啊，比较集中的呢是防守类股票啊。那鉴于这种判断的话呢，下周我继续判断大盘做调整，那么产品的话呢依然是 SQQQ 啊，那就非常的感谢大家，咱们下周节目再见。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这个每周预测。我们今天大盘啊本周缓慢的又跌了一大波。目前来看的话小周期依旧是没有走好呀。虽然我们今天是走了个支撑的一个小反弹，对吧 ?QQQ 上给了一个踩支撑收十字星的一个动作啊，但实际上我们在期货上看到的呢也还是一根阴线。标普可能会走的稍微好看一点啊，毕竟今天这个苹果也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我们之前在富豪里面所说的苹果的这些买点啊，包括其他的这些产品的买点，像 AMD 啊、英伟达呀、啊，包括像Microsoft 对吧？这种买点的话呢，我们暂时还是差了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回调里面啊，虽然是收了个十字星，但我并不认为大盘这个十字星就意味着大盘能走好，我觉得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下周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一周，因为周四也还有一个 meeting minus。那大盘已经来到了60MA 的一个位置了，今天是D8，会不会明天回来，就是周一回来开个D9呢？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概率的。60天的这个 MA，我们向下向上都是可以去有空间的，也不能说我们踩在这里就一定是止跌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完全可以先跌破，然后在当天收回来，对不对？踩完在日内做完一整套的一个破底行情啊，就基本上可以再去看反弹了，好吧？先跌破15000，再回到15000，对不对？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本人是比较先看空的，虽然可能周一你真的给高开，对吧？这个30分钟，哎，给高开谈到这啊，谈到这啊，也是可以。但是，那么要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我们反弹了，我们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里面。那怎么样才能走好呢？反弹上去，去测一个 lower high，lower high 以后回踩，能给到一个刺激高点，保证不再跌破这个区间367的区间，我们才算完成这样的一个回调。但是呢没有到位之前，我们的这个周级别啊，我们已经也是没有办法提前去预判大盘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行情了，对吧？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一个阴线已经是2周时间维持在了我们的这个短周期的一个 5MA 上下方了，所以看跌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吧。但是鉴于我们大盘也马上有这个超跌的一个区间的一个测试啊，如果真的踩下去了，我还是觉得说本周要是能完成，就下周开盘啊，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我还是会愿意在60MA 下方去买这个看涨期权啊，去做这个大盘的反弹的。但是在60MA 上方的这个位置呢，我不太愿意提前进场，好吧？所以我们再跌啊，就不要再杀跌了。但是
这个不跌之前呢，也不要轻易的去预判大盘的反弹，好不好？所以先看跌，然后周级别的话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啊，下周先跌下去，然后反弹回来，好不好？感谢大家观看啊，我们下周节目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汤姆森，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中呢，美股三大股指是延续了这样一个下行的趋势，其中呢，纳斯达克是成为下跌的一个重灾区，主要是受到科技巨头苹果、微软以及芯片巨头英伟达的这样一个表现疲软所拖累，而道指呢，则在全周整体维持了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标普呢也表现处于两者之间。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小幅的这样一个调整。从消息面上来说呢，上周是不平凡的，应该说是不平静的一周。首先呢，在继上周汇率下调美国的评级之后，评级机构穆迪也是在8月7号发布了一个报告，下调了10家美国中小银行的信用评级，同时呢，还将6家大型银行评级列入潜在的下调的观察名单。此外，该机构还将11家主流银行的前景展望从稳定改为负面。就是说，除了汇率之外，穆迪也是对美国的金融行业表示前景担忧啊。这一消息加上周二意大利计划对银行征收暴利税的消息，都是对欧美股市，尤其是对银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尽管呢，最终在周二美股市最终收窄了跌幅，但是呢，有句话叫做"祸不单行"。在周四呢，美国公布的 CPI 数据是涨幅小幅反弹至3.2，尽管这一数值依然是低于市场预期的3.3，但是呢，这一数值与前值3%相比是出现了一定反弹，也是结束了美国 CPI 数据的12连降。当然，这个趋势对投资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此呢，在周四，美股三大股指是冲高回落，道指是回吐了400多点的一个涨幅啊，纳斯达克呢也是直接有回吐了几乎所有涨幅。此外呢，在周五，美国公布的 PPI 数据是受到服务业价格的上涨的推动，是超过了市场预期。7月 PPI 数字为0.8，高于市场预期的0.7，前值呢也是有0.1上调至0.2。此前呢，我们就表示，在石油价格，我们知道上周美国的石油价格是一度上涨至84，天然气价格也是上涨到3美元附近，在石油价格的推动之下，美国的 PPI 可能会提前得到反应啊。当然呢，这一数字最终也是得到了这一预测也是得到了验证啊。因此呢，上周美国依然是在其他的利空影响之下，出现了一个疲软的走势。这其中呢，科技巨头是成为下跌的重灾区。当然了，苹果在上周的5个交易日当中，一直在维持在177美元附近，并没有出现进一步下跌。这与投资者可能已经部分消化了上周的利空消息，以及对于苹果将于下周发布的新产品有所乐观预期有关。下跌的在科技巨头当中，下跌幅最大的是芯片巨头英伟达。我们也知道呢，受到人工智能潮流的影响，这家公司呢，在今年是上涨最大的科技巨头之一。当然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这家公司也是下跌最大的公司，科技巨头，跌幅是接近8%。短期看起来呢，下跌有点加速，并没有企稳的这样一个迹象。投资者还是要对这样一些公司保持谨慎。另外呢，作为人工智能，就是与英伟达并列为软硬双雄之一的，微软上周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跌。看来，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的短期炒作也是有可能有一定见顶的迹象。这也意味着纳斯达克在未来的一周可能要继续承受你相当大的
卖压。另外呢，受到银行和科技股表现疲软的影响，上周标普指数表现也并不是很好。而同样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周，标普指数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疲软的走势，市场依然需要消化在过去2周当中积攒的这样一个负面消息，以及像科技巨头以及银行业所要遭受的这一些负面消息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道指的上周表现是非常的稳健，其中呢，航空防务巨头波音的强劲表现是带动道指走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呢，我们也不排除道指在下周有可能会跟随其他两大股指出现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期货来说，在上周呢，石油是一度的突破了84美元，并且呢是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当然呢，从周线来说，它并没有突破4月中旬的一个83.5的这样一个高点。所以说，在下周我们还是需要关注能源走势。另外呢，在上周受到澳大利亚天然气工人罢工消息的影响，天然气是一度的站上了3美元的上方，当然呢，最终是没有站住，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周线收于2.78。短期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天气以及会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天然气走向的一些政治因素，因为呢，天然气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整理区间，如果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这个行情也是不容错过。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周呢，我们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恐慌性指标 VIX 指数是一度站上了18点，这也是与上周的这样一些负面消息密不可分，后市投资者还是需要关注，结合股指的走势以及这样一些可能会影响市场走势的这样一些恐慌性指数来结合分析，来得出一个更加标准的这样一个判断。就整体来说呢，我们对于市场在下周的走势，依然是并不乐观，因为呢，短期的利空消息需要消化，并且呢，在没有重要的科技巨头财报，或者是在没有一些能够左右甚至是提振市场表现的公司消息出台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可能会以技术上的这样一个趋势，或者说关注美联储官员对于货币政策走向的解读来进行自己的一个判断。而在上周公布的通胀数据的影响之下，相信美联储的官员可能对货币政策并不会做出一个过于宽松的表态。所以说，就短期的趋势来说，大家还是以谨慎看空为主，但是呢，盘中依然是可以寻找那些在技术上已经到了一个重要支撑，或者说在技术上已经走好的一些个股来进行操作。好的，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